钉书钉变跑步机，海浪原来是牛仔裤，是不是有创意有得意呢？日本微型场景设计师田中达也七年前开始每日都在 Instagram 上载作品，连陈奕迅都找他设计 CD 封面。最近田中达也来香港举行展览，大家可以亲身欣赏他的作品。下个月就是情人节了，展览都有一些相关作品。田中达也喜欢用日常物品来创作，希望大家知道原来只要有想象力，平凡之中都可以找到惊喜。例如这个婚礼场景，就将胶纸变成红地毡。已婚的田中达也说，太太可以说是当初令他创作的人。他在手机里面找回旧相，说某年情人节当时太太还是女朋友，送了相里面这些微型的牛公仔给他，促使喜欢玩模型的他开始做微型场景。结果一做就停不到手，过去几年微型公仔越买越多，现在家里有超过10000个。他笑着说自己不在家的时候就会将工作房的门锁上，免得被两个年幼的小朋友搞乱。小朋友的想象力就最丰富了。田中达也说他小的时候已经成日幻想西兰花是大树，但是现在的小朋友玩电脑多过吃生菜，田中达也怎么看呢？コンピューターやスマホで遊ぶよりも、まあ、日用品とかを使って自分なりに工夫して遊ぶことで個性を伸ばしてほしいですね。今次展览还有香港地道场景和关于农历新年的作品，展场也都有照相馆，你可以挑选田中达也设计的场景，化身成当中的微型人，拍一张照留念，照片会在展场展出，田中达也都很满意自己的照片。